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为大家介绍的疗剂叫做 Artemisia annua， Artemisia annua 英文叫 sweet worm wood， 中文就叫做青膏。其实这个草药，这个青膏的草药呢，在一直在中国呢是被用来治疗那个疟疾 malaria 和那些发烧的同有关的。Artemisinum 呢就其中一个提炼出来的那些alkaloid 那些碱性 的成分啦，那么成为一个对付那个疟疾的药来的。那么它当然这个可以减低帮助发烧啦，同埋呢是消灭这个疟疾个菌，那么也可以帮助一些毛菌啊同埋其他的病毒性的感染，那即是那个感冒那个流感这方面的。那也都一种可以说一种杜虫的药来的。青膏呢是最近呢是为了中国呢一位女科学家呢，她呢就拿了个诺贝尔奖的。因为她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年，那么提炼了这只药。那通常呢这个青膏这个药呢就是过去呢就用一种丁剂啊或者茶冲剂啊来到用的。咁我知道呢过去呢其中另外一隻传统用喺治疗 malaria 吓个药剂呢就係 quinine 吓桂苓 quinine， 咁呢个树皮嘅药物。咁但有时候呢当呢个係冇无效嘅时候呢，咁就 Artemisium annua 清高呢就我嚟代替佢治疗呢个嘅个药剂嘅。咁但呢除咗呢方面嘅应用啊，原来呢最近发现呢呢、这个嘅草药啦，呢、这个疗剂呢仍然都可以外治疗嗰啲癌症嘅。譬如结肠癌啊、乳癌啊、肺癌啊同埋胰脏癌都係可以应用得到嘅。OK， 呢个一个疗剂其实喺中医嘅历史上就係用咗好耐㗎啦。咁最近呢就出现国际嘅舞台啊，仲攞咗诺贝尔奖添，为中国攞咗个诺贝尔奖。
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